今天我们要打开 YouTube 上面最致癌的功能 YouTube Shorts， 来视频的播放数能让我频道四圈。我不知道，也许这个是小孩子喜欢看的东西。喂，但是我感觉我之所以这么正常的一个更大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一直在使用我们的老朋友，还是做儿童内容。